如此不必多虑，只需像刚才练习的那样即可，剩下的交给我好了。好。 竹子没事吧？不用担心，我一定能过去。公子，还是让我去看一下吧。成功与否，都自有定数。去和不去。 也都改变不了结果。可婉薇她怎么了？没事。月莹只是信不过他们的实力。你知道为什么派婉薇去吗？公子的决定一定是对的。天赋。婉薇有极中生智的天赋。 处事不惊，临危不乱，还有点化险为夷的运气，懂得以退为进。而你过于执拗，太在意我的看法，几乎丢掉了你自己。 我之前给过你两只血骨，你现在有内家高手20年的修为，气沉、流转、蓄力，起。